听故事学中文，听得越多，学得越好。这里是新闻故事。山东青岛，11岁无腿少年迎新学期。山东青岛，11岁无腿少年迎新学期。山东青岛，11岁无腿少年迎新学期。山东是中国的一个省。山东青岛，青岛是山东的一个城市。山东青岛，山东青岛，11岁无腿少年迎新学期。这里的“无”是没有的意思。这个少年有腿吗？这个少年有腿吗？这个少年没有腿。腿，腿，这个少年有腿吗？这个少年没有腿。山东青岛11岁无腿少年迎新学期。这里的少年，少年是一个10岁到16岁的人，10岁到16岁的人，我们叫做少年。所以他是一个少年，他是一个少年。他也是一个少年，少年，少年，他们都是少年。山东青岛11岁无腿少年迎迎迎迎迎迎。山东青岛11岁无腿少年迎什么呢？山东青岛11岁无腿少年迎新学期，新学期。这里的新新什么呢？新学期，学七。山东青岛11岁无腿少年迎新学期。哪里的11岁无腿少年迎新学期呢？哪里的11岁无腿少年迎新学期呢？山东青岛的11岁无腿少年迎新学期。山东青岛的谁？山东青岛的谁迎新学期呢？山东青岛的11岁无腿少年迎新学期。山东青岛的11岁无腿少年迎新学期。山东青岛的11岁无腿少年做什么？山东青岛的11岁无腿少年做什么？山东青岛的11岁无腿少年迎新学期。山东青岛的11岁无腿少年迎什么？山东青岛的11岁无腿少年迎什么？
山东青岛的11岁无腿少年迎新学期。最后一起读一遍：山东青岛，11岁无腿少年迎新学期。山东青岛，11岁无腿少年迎新学期。听故事学中文，听得越多，学得越好。下次再见。